作为一季的师妹组合 ，NX 非常仰慕他们的前辈。在最近的 VLIFE 中，莉莉说出了她嫉妒一季的原因。在8月14日的直播中，莉莉提到她嫉妒她的前辈一季，因为他们能快速掌握舞蹈。然后她继续提到 NX 在学习编舞方面也相对较快，但她仍然羡慕一季的速度。莉莉对一季的主要舞者彩铃表示追捧，说她可以看几次视频，并且已经记住了舞蹈。当我还是练习生的时候，我很嫉妒彩铃前辈的舞蹈实力。确实，说到舞蹈实力超强的组合来说，一季可以说是舞担级别。之前就有一则韩网论坛题为说到舞蹈实力超强，我就会想起这支女团的帖子，引发了韩国网民的热烈讨论。原帖贴主盛赞一季的舞蹈实力和舞台表现力，五名成员中居然有四名都是妥妥的舞担级别，而且每次回归的编舞动作都是非人类 dance break 的舞蹈，没有几年的训练和柔软度根本做不到，进舞团无敌了。而作为一季的主舞彩铃，能受到后辈们的关注也是很正常的。看到 NMAX 和一季的可爱关系，真的可以看出 JYP 娱乐家族的亲密程度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